19年来不断进行企业调查与评选工作，将向自今年起定名为远见ESG企业永续奖，彰显环境、社会、公司治理的重要性。 远见创办人高希均带领团队将全球最新永续议题与国人分享。我们希望今天其实在座这么多得奖的董事长、总经理等等，都是我们理想里边的可以来帮我们参加的、担任我们模范的这个领袖。我们台湾社会需要太多太多领袖发挥正面的影响力，使台湾社会和平、 幸福、快乐、永续发展。中华电信推动 ESG 永续目标，在环境面许诺从碳排放减半达成 RE100到2050年实践净零目标，在社会面照顾弱势偏乡及支持中小企业转型，在治理面公司诚信透明，建构安心幸福职场。 2023年远见 ESG 企业永续奖 112年5月3日举行颁奖典礼，中华电信在电信暨资通讯业奖项中获得综合绩效最高荣誉首奖肯定。接下来颁发综合绩效类电信暨资通讯业组首奖，恭喜中华电信，有请授奖人郭水义总经理上台授奖。 恭喜中华电信！也请看向前方摄影镜头。中华电信董事长兼任总执行长郭水义在致辞时强调，中华电信以数位赋能协助国家、社会乃至个人，推动政策发展事业，提供优质生活。我们让电信事业呢，从一个传统的 CSP Communication Service Provider， 把它转型升级成为这样的一个 digital ecosystem co-creator， 就是数位生态系统的协创者。那么因为这样呢，我相信这样的远见天下文化事业群所办的这个活动呢，这样的一个我们不是在这边来竞赛，而是在这里彼此观摩跟学习，因为 我个人深信，在永续发展的道路上，永续没有敌人，数位不起烦恼。那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学习。郭水义董事长表示，为鼓励年轻员工安心上班，首创在6都设置幼儿园，有3岁以下幼儿的同仁每天可以减少1个小时工时，并且不减薪。大手拉小手，然后呢，爸爸妈妈上班， 然后小朋友一起来上幼稚园，这样的环境，爸爸妈妈安心，小婴幼儿啊，3岁以下的儿童，他也会觉得很安心。这样的创造一个安全、便利、健康、娱乐的一个职场环境，还有育儿环境，这是我们共同来打造的。 以广结盟为目标，推动绿色低碳，携手供应商，大手拉小手，减碳一起走，和世界羽球球后合作，由戴资颖担任永续大使。我们邀请他担任代言大使，他每打拍下胜利的时候，我们呢种下100棵树，这样的一个努力呢，我们期待透过我们大家给他加油鼓励，也为我们的地球村种下更多的树。 颁奖典礼邀请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出席，针对国家永续发展与减碳三大目标，向与会人士说明：能源转型势在必行，绿能的极大化一定是未来的潮流。那当然，各企业推动这个净零转型或循环经济的努力也是看得到的。希望这3个方向，大家一起努力。 因应碳税时代来临，供应链形成命运共同体。今年，远见杂志鼓励中小企业推动永续作为，给予奖项肯定。也可见，未来企业无分大小，都要全方位实践企业社会责任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以实际行动与郭水义董事长并肩，拿起中华电信的手举牌，鼓励中华电信走在最前面，以数位赋能陪伴并力促国内企业迈向永续之路。永远走在最前面，中华电信。